我们的神庙是对抗无信者的最后防线。很久以前，我们遵从罗雅的教诲，全都一体同心。自从科尔塞克背叛以后，无信者在这片大地掀起了战火。他率领无信者四处征战，找寻剩下的钥匙，这样他才能破除阿图亚曼周围的屏障，运用其中的力量来征服祖达萨。我们要尽一切所能，不能让他得逞。塞里克，真高兴看到你回来。无信者把瓦里克抓走了。引发这场战争的是科尔塞克，我们要坚持下去。愿瑟沙利斯保佑所有人。
欠你一条命，这边不安全，我们神庙里面见。要坚持下去，我们绝不放弃。你是来帮忙的吗？行者的帝国，这把钥匙属于第一个守卫者，他的名字是索利斯，他最后死在科尔塞克手里。很久以前，歼灭者米斯拉克斯现身于这片土地，他所经之处，不分食人妖和塞斯拉克人，只见尸横遍野。多亏罗雅牺牲了自己，我们才得以幸存。虽然他击败了克苏拉西，却没能阻止他摧毁放置在阿图亚曼中心的圆盘。
我们在现场目睹一切过程，看着他被消灭，心里很清楚，绝对不能让米斯拉克斯重返世间。虽然索利斯十分强大，但是他无法独立撑起这道屏障，于是我跟科尔塞克一起帮忙，把米斯拉克斯封印在大金字塔里面。随着时间过去，科尔塞克开始渴望战争，他暗中计划要让克苏拉西再次出现，成为他征服这片大陆的武器。武器？贾克拉杰在找的一定就是这个，原来是克苏拉西。我们必须警告公主才行。科尔塞克召集了一支跟他想法一致的塞斯拉克军队，只要敢反抗他们，一律杀无赦。索利斯首当其冲，不过他死前先把钥匙藏了起来。依然忠于色沙利斯的人被迫离开家乡，四处躲藏。那之后，我们一直在对抗无心者。战争的是科尔塞克，愿色沙利斯保佑索科尔塞克太过火了，我必须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保护好这把钥匙。我们发誓一定会保护你的同胞。尽快到博昂金之云和我碰面，我们一起偷偷潜进科尔塞克的要塞里面。需要什么吗？自己千万小心，没人能帮你。可别死掉啊。
你是来买东西的吗？要生存就要够有本事。你好，动作要快，脑筋要好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朋友。有。祝你好运。
东西。你好吗？保重。你要什么？保重，祝你一路顺风。朋友，让我们更加大。
有东西要给我吗？为了赞姆兰，我付出了一切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有什么事吗？请代我问候国王。你信的是哪个罗亚？听说国王很信任你。愿罗亚带给你好运。
为了赞姆兰，我付出了一切。我会还这份人情，我保证。我什么也感觉不到。我会还这份人情，我保证。我会还这份人情，我保证。我看过太可怕的事。不准用脏手碰我的财宝。谢谢，我要赶快开溜。Thank you.
过太可怕的事。宝藏是我的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但愿我们没选错盟友。
没想到你人真好。谢谢，我要赶快开溜。哇，没想到你人真好。想要吗？再见，再见。愿你路途平顺。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再会啦，古鲁摩的朋友。
子的狗腿。我已经不知道在这里驻守多少年了。听说国王很信任你。你信的是哪个罗亚？